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后面后面后面，阿七后面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冲阿回！哇哦！慢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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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电电啦！呜呼！叭叭叭叭叭叭，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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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慢你慢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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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是慢牛电电啦！呜呼！哎呦，这么大坨是不是？哦，是是是，哇哇！脚脚脚，开心！哦哦，好多好多好多！等一下啦，我装个子弹啦，等一下啦！哎、欸，我踢他嘞！等一下等一下，毒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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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呜呼！毒毒毒毒，好毒好毒好毒！等一下，哎呀！干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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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还想来啊？到底好了没啊？都要超久了。来来来，又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来了，另外一边来了。哦，我在这边准备好了。是不是要这上完就好了？植草清理完毕，完毕了吗？完毕了吗？这边这边又来了，又来一群这边，我这边我这边。哦，来吧。哦，哎、欸，他怎么丢了？哈哈，小小，哦，死了。哦，我旁边怎么出来一坨？哎、欸，另外这边也来喽，大家都还在叠金字塔。好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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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走走走走走，打最后一个，打最后一个，打最后一个。哎，嘿嘿嘿，没有，我们是在阻止僵尸爬上来。对。直升机旁边的毒烟能够维持 不科学，旁边应该有风才对。它的粒子很重吧？有我刚拿的和平使者啊，还是你要哈伯克？爆破专家，受到最多伤害。探索者。受到最少伤害。小麦草，不要不要点，那是什么东西？加你最大生命值。哦，感觉到后面最大生命都被摸两下，还是不见了，还是不见了。那，嗯，开局时配消音的冲锋枪，感觉很爽哎、欸。有没有消音散弹枪啊？那哈，就冲过去，嘣！听起来好像玩具哦。他一开始能不能改一开始拿的枪啊？被压制的队友，可以，我是可以啦。从哪边改啊？是定武，那是我的天赋。哦，那是天赋哦。嗯。我说能不能改一开始拿的枪？哎、欸，真的哎，可以有消音散弹啊、哦！真的有 有啊！你看等级一的散弹枪啊，霰弹枪，你看它第五阶，那个不是这是消音吗？消音管哦，应该是吧？消音管嘞，那个是消音管、啊、是吧？真的有哎！哇塞，三回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其实到第五阶很多武器都有消音呢。嗯。厉害！啊，不是啊，散弹枪消音干嘛？这样不会被发现啊！我是不是觉得他的近战武器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出多一点样子？感觉他现在只有一个，好可惜啊！好了，嗯，因为只有砍刀啊，之前是不知道，散弹枪是一阶一阶买上去，我一二三都买了，我是打算就直接跳第五阶买。那时候不知道啊，我就想到一间一间买，结果哇，好穷哦！哇，怎么都没钱？我现在已经学，我已经比较慢买，所以我现在都在存。嗯，虽然一开始很弱，但是一换就变很强。嗯嗯，勒一下队友。霰弹枪也可以消音，对啊，超猛哎、欸！
那霰弹枪消音是怎样？是出去都很软软的子弹吗？保利龙球，嘣嘣，然后几个棋子跑出来，叮，然后僵尸就会傻眼看着你。哇，开直升机好稳啊，为什么我这些都没办法开这么稳？我直升机转过就飘飘飘飘飘飘撞下来了。博士要跟着我们哦。哦，对啊，这一关很麻烦，要保护博士。哦，是他会不会受伤啊？I don't know。而且有些地方我们要一起跳下去，然后等博士跟着谁？博士来慢慢走啊。哎那个吗？不是那个啦。哎、欸，这有东西。这一关博士他会跟着我们其中一个人，然后那个人的话就是……看来好像不是我的哈记。看来是哈记哦。啊，好，就是我要走比较前面一点，让他走比较快嘛。就是不能让他落单，不然他落单的话，有时候很容易死啊。回不去的地方他就尴尬了。然后他就在那边求救。对。Help me! Help me!没落地，他把子弹打在柱子上。Help me！ 这里有机枪。我看一下、什么？不知道。弹哦，量一下霰弹枪好了。前面有那个迫击炮。对，不是啊，前面有那个补充的中箭。慢。慢，绕着他他死下去了。等一下，我的博士在干嘛呢？后面有毒。毒嘞、毒。他在里面的。不是把自己关起来哦。对。慢牛。哎，别，这也太多只了吧。哎呀，这次很喜欢你哦。慢牛。啊，别别。怎么是抓你啊？他不是在看我吗？不要动！哎，干什么？博士刚刚被自己把自己关起来之前，然后还被扑了一下，超好笑了。下去啦！你们下去啦！哎呦，吓我一跳！哎呦，你怎么上来了？下去啦！可惜我们都没有破门炸药。破门炸药，我另外一只一开始可以带一发啦。嗯，但是就只有拿一发。准备防御喽！我要顾，等到顾这，那我顾这里。啊，这边是比较好顾吗？还是不好顾？就是泄洪了，对。哦、哇！迫击炮！哇！他有发射了！哇！哦！那边有人，那边没人顾。有镭射。反正这边有人顾哈。闪了！有声音。你看，另一边有。后面。这边没人顾，我顾这边。迫击炮。哦，这边只有一点点而已。嗯，刚刚可能迫击炮炸过去吧。又来一波。哎、欸，后面拜托一下，他躲在这边好久了。哦，影月后面。影月。哦。繁星那边，我刚才没看到。哦哟，这边好精彩，这边好精彩，这下上来、我倒了。哦，我被扑了。博士。哇！博士在备受攻击。博士呀！博士，开门！博士打勾勾了。博士说好。啊！你怎么在这里的？不好意思。等一下！我倒了。哇！我可以起死回生。我现在抱着一个僵尸的尸体。然后我们两个，我看他，他看我，好。你在缅怀他。对，哦，不行了！哇，你们全都倒了是不是？对，我开枪救了一个，但倒了。
起来。好，我就起来。好，博士，不要打博士啊啊！哎，带，炸炸！好多人，好多人！哇，博士死了。哎，他明明就隔着三僵尸啊，会死啊！博士的门死了，他是博士的门死了吧？等一下，门被破了，那空气被盖住，闷死了，真的是。35块哦，刚好1000块哎，碎！你可以买东西了，哇，才能抢弄枪啊，35哦，超少的。哦，他是看进度哦。附属 C4 之后会有5秒吸引僵尸哦，这好像不错。不是 QQ 死亡前倒地时间加一，倒地时间增加一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可以多倒久一点啊，多躺久一点啊，对啊，多倒一秒钟吗之类的。嗯，我点一个技能是你们倒地之后时间加长啊，加长 30%哦，对啊，延长30%，学这个好了。OK， 好，然后我现在可以远距离拉人了，所以刚才会远远的拉你2次。毒是把毒僵尸射死，然后把自己毒死了。哈，要吃饭喽，这没时间吃饭了、啊，这没时间啊，没时间吃饭啊。这个我要刀啦！哎呀，最近没有什么角色想练的。嗯，最近就是在慢慢练肥而已啊。还有抽御魂。还换二星哦？是哦，我们换二星了、哦。没有吧、啊？有吗？没有啊。你要等一下进去看补包就知道了。哦、看身上有没有补包？有补包就是二星，没补包就是三星。Tab 可以看的。现在吗？哦，没有。等一下吧。啊，跳过，跳过了，跳过。哎、欸，有，明明就三星，有，我身上有补包，没补包，没补包，下面没，相片，还是要想叫我们换二星啊？哦，也是有可能。看死你！是说不是谁啊？他可能说还是换二星，傻打的事。哼，小孩子才换二星。你就不要等下变小孩子。哎呦，博士是不是跟团团啊？我哎、欸，哦，拍谁？那我走了，拍谁？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博士，我烧死你！他比你赞呢、欸，赞了、哦，还是没看好他，其实比中指。走了。他的中指跟拇指一样粗哟。哇！开门！嘟！哇，毒怎么死在这？他没漏毒泄出啊！不急炮。腐蚀金属网。有，我放个破击炮了。啊，有妖兽贵哦！没事，这自己人应该不会痛吧？啊，这个机枪是要控制的、哦。你那时候是写机枪是要控制的，写自动的才是那个、啊。哇，这个人的姿势真巧。有人躲在这里，有听到声音呢、啊这个。他这个是设置的，不能丢、哦。盖走。这种是不能丢的、哦。哎、欸，真的好像不有嘣嘣嘣的声音耶，真的是消音耶。啊，你升级了、哦？对啊。我的也是消音的啊，因为我这个冲锋步枪也是五级的。嗯，这好没有 feel 的感觉哦。你换掉吧。那就不要用啊。不行啊，可是它比较强啊。哎呦，上面怎么有一只僵尸？头不要动，爆头。说不动就不动啊。哎呦喂啊，妖兽贵。要按了吗？还是都按了？按吗？再等。哦，开始，我这战斗开始了，按了，好，可以按了，好。
怎么这一场没有中武器啊？哦，蛮牛蛮牛嗨啊！蛮牛嗨，救命啊！爷爷爷爷爷爷，我旁边有蛮牛，等一下，我来了。没有，我远远的拉你了。真的？为什么？我的天赋啊！哦。快点，快点，跑！哟，我放一个迫击炮了，这怎么玩？我要玩一下。哎、欸，我这边的有点麻烦啊，等一下。哎呦哎呦，你那边可以吗？我放一颗炸弹给你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我放一颗炸弹。好，没事没事。我痛痛痛痛！我刚为了放那颗炸弹差点死掉。我后面好痛啊！打打。有事有事有事，我没有枪了。有事了。你要躲这里。等一下哦。我把金字塔炸掉了。好。哎呀，丢在上面的。砰！你看远处的那个金字塔，迫击炮弄不太死。有了有了，散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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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送他回来！啊，我要被扑了，很痛，要被扑了！啊啊，我也倒了，啊，我倒了，嗨嗨，好，暖暖，嗨，等一下哦，我砍砍砍，等一下哦。那个金字塔太麻烦了，毒有毒在前面，有毒在前面。对，哇，博士博士，等一下哦 ，boss 啊，博士，我这个毒过不去，我过不去。隐约过来，隐约过来，啊，我死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隐约不要动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谁射我啊？我炸我炸，我们两个人倒了，好，好。我在博士这里啦，嘿。救命啊！这太多，蛮牛不要，蛮牛你忍住。啊！我被蛮牛抓了。等一下哦。倒啊！不是倒啦，三倒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！啊，完没了，砍不死。蛮牛哇！我努力了、啊、所有人都死了，再一次，嗯，蛮牛好强哦，感觉这边真的就是不能让那个金字塔爬上来，对，不能爬上来。刚刚有没有守好的地方，就直接爬上来，我们就爆了。我问一下哦，刚刚那个迫击炮是你面对哪边射哪边啊？就是你在那附近的时候会有个红色圈圈，它就是炸那一圈的这样。哦，哎，再一次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不要用这个炸弹，这炸弹你要认真了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它那个炸弹只能放地上，不能扔出去啊，不能扔到底下。嗯，我换另外一种炸弹。哦，不行，你说吸引别人的那个炸弹哦？对啊，只能放在地上，它不能扔出去。哦。我们要试试三星过关。对啊，就三星不过关，那我们就换二星，就玩四星。小朋友才玩一星，小朋友才玩，小朋友才玩一星。我们是只要有一边冲上来就爆炸就不行了，对，一定要守好，每一个都要守啊。可是后面还有一个会从另外一边爬进来的，有点麻烦。嗯，他们从屋顶跳下来啊。对啊，嗯，感觉这边就比较难用近战了，就尽量枪都要全部赶快把它射到、嗯，就他们爬上来之前，近战一只一只砍，如果僵尸太多，感觉会那个爆炸。嗯。我在这跟谁？我是啊，跟我啊，好，你白，你要完蛋了你。我带你去玩啊。走，这次没有东西了。尤其霰弹枪太随机了吧？
好喽。来，谁倒了？谁倒了？博士，博士你在干嘛？博士太屌了吧！我都已经跑这么前面，怎么还在后面了、啊？我想说，我都已经往前跑了，怎么自己倒下去？哎呀，弟弟，哎，弟弟！博士嘞？哦，博士在。哎，博士不是跟我、啊，跟谁啊？他会变，他动作会变。我跑很前面的、啊，你不理他，生气了。哇，博士漂移啊，漂移！博士刚刚漂移过来。哎、哦、有毒，有毒，有毒！你好猛啊、哦，博士！你要有毒过不去，有毒过不去。他之前就在研究这个啊。你是叫中置排一轮？他在研究的是漂移术哦。笑死！有蛮牛。博士，你在干嘛啦？博士，博士，博士进去啦！固定机箱，固定机箱摆哪边？哦，右边有一个了，我摆一边摆左边哦，刚好可以互相卡。可恶，怎么这次不是电网？那我一个就摆这个沙包这里哦。嗯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。走开，走开！这里摆一个。啊！我被扑了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总是躲在后面啊，你这样子我很难啊，不去想象哎、欸。你是说他跑在上面吗？你们还躲在后面啊？啊，躲在平连屏障平连后面，超好笑的。哎、欸，后面啊，后面啊，后面啊！你不要看前面，不看后面，我打死你！跟你讲，熊猫。干嘛死熊猫？我知道打的是你，我不敢射下去，你知道吗？下去，下去，你们通通下去，通通下去！臭熊猫！我顾这边，那我这次就顾最，我就站在那边啊，对啊，我就顾我站在那边。好，够，够了。团团，你要顾那边吗？那我顾最，哎，然后上面蛮牛，上面蛮牛，上面蛮牛，团团你后面，拜拜。哇，有没有后期炮可以按一下？按一下。你按，你按，你按，你按。等一下，现在后面有毒，后面有毒，后面有毒，云月。哦，毒毒毒毒毒毒。哎、欸，我没换到技能吗？可恶，怎么还是这个？团团后面哦，团团后面哦，哈，打架，你后面，你后面，啊、哦、好，因为你后面，哎呦，这边的金字塔好难守，好，哇，这边好精彩，哪边哪边。